给你颁一个最佳女主奖的话，你的获奖感言会是什么？最佳女主奖，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对啊，你看那些电视剧里面，电一下或者车撞一下，然后就互相交换了。可能你小时候不会出过电吧？你想死，别带上我。你说现在咱们俩换不回来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我江毅和你余生生一起被电死，娱乐八卦号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。你还洗澡了？不然呢？辛辛苦苦的替你跑短跑拍杂志，你倒好，在家气定神闲的享受生活，你还有心思洗澡？你换内衣的时候是不是？算你有良心，知道闭眼睛。我没穿。还摸？你的麦掉了。一哥，那我们正式开始了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难以置信啊！你可笑，是不是我眼花了？可笑，刚才以为是不是笑了？状态不错啊，好，再来。这帮女小号为了流量什么都干得出。做个人吧，精修图和偷拍图放一起做比较。秒杀，我是秒杀，没事，一定没事。好了好了。